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一样在先上一下课，啊，然后我们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再来发展，啊，然后这一个11:10，我上个礼拜接获通知，说11:10，那个教务处的教发中心要来这个我们这一班做期中问卷调查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再多做一次，就相当哎，你还没做过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年级还没做过，你会觉得很好啊。很久没有理他。那因为可能高中没做过，我们这边是有期末问卷调查，他以前没有期中问卷调查。所谓期末问卷调查，就是你在期末问卷调查，每堂课哦，期末的时候都会填一张表，啊。那基本上就是什么，就是批判老师，啊，基本上就是，所以他里面问一些问题，然后你觉得这个非常不同意，你就讲说非常不同意，啊，所以他说你这个老师是不是教的很烂啊，还是非常同意啊，就说非常同意，啊，而且只要没意见，你就没意见，啊，你只要说同意，就你只要说不同意，就说不同意。哦，所以我们11:10那个，那以前都是期末，都是做期末。那现在他们需要做一下说所谓的可信度调查，都做了2次，那看这2次的一致性。啊，因为他们大概里面会有做一些关键是你那问卷调查是不是随便勾，对不对？你要反正这个勾也。但不记名的，所以你不要说勾一勾，哎呦，韩老师勾的很差，会不会这个学习分就被他扣了？不会，哦，这个问卷调查我那个在调查的时候，老师会被赶出去，哦，所以我会被赶出去，大概1-2天，啊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，而且他那个都是用电脑问卷，啊，电脑问卷的调查，哎。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，哎，你写的那些东西，我会知道，我绝对不会知道。即使我有办法知道你，我也不愿意知道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给我们老师做参考。那所以这一个我们老师这个是不会的。那以往都是只有期末。那因为他们现在在看看说，哎，这个各位做的这种问卷呢，是它的可信度是怎么样？甚至有些同学，哦，说不定我假如给我勾，我也会这样，眼睛闭起来，整排，哦，整排，这就跟各位在考试一样，对不对？每一题的话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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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对不对？然后不然每一题的话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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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， 哦，啊，各位你假如考试的话，你假如说概率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选择项出现的思维是1/4，那他们给他勾 A。你大概就是120%，哦，所以会有这种现状，啊，当然我相信各位不是这样，但是他们担心会有这种现象，所以现在要做2次，一次是期中，一次是期末。那这个2次呢？这个期中不是每个老师都会做，挑，啊，那全校挑几个？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挑到，大概因为我现在在教务处，啊，教务处服务生先拿你开刀。哦，还是没关系。啊，那所以他们昨天，上个礼拜五打电话问，看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期中考试。好，那我代替你们是答应，因为我不能不答应。啊，我自己在教务处工作，那是教务处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不支持，这个有点奇怪。啊，所以各位就麻烦各位就多动一下。哦，啊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就是你觉得说，你的。感觉是怎么样？你的看法是怎么样？你是照实写，啊，千万不要热情，啊，好，所以可能在11:10的时候会耽误大家一时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整个状况是这样。那上个礼拜考试考得非常不错，啊，其实大概各位1、2、3次都是考得很好，啊，因为对一个高中生刚上来。那你以前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电脑，当然你知道电脑，但是不知道电脑里面的原理，
啊，事实上是多数的人都会遇到。啊，所以一下子上来能够接受这种观念，事实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各位不要去这个担心这个问题。啊，我这个看了一下各位的衣服，是搞得非常好。啊，那也可以看出来各位的成果。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保持这样的这个愉快的心情，把这个视野大一点。啊，那这样我们先做后面。会不错，不要练到一半，要去跑那个学务处智商组，不然就是要怎么样，这样吧，尽量用愉快的心情，然后假如有问题，尽量想办法解决，这个才是正确的，不要有问题然后就放弃，不管是放弃课业或者有些人甚至放弃这种，一时想不开然后搞不下去，这样你看，这个好不容易。放好吗？把你这样好，我们这边不要直接抓，捏，把你捏到多大？千万不要有任何对自己不好，或者对这个物理不会有牵扯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就是你好好的用，你愉快的心情。然后有什么困难，你想办法去解决它。其实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也用愉快的心情面对。不会有困难，然后板着一张脸，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你，这没有意义。你每天很愉快的生活，太阳还是从东边上来，那你就每天板着脸，好像人家欠你500万的一样，那太阳还是从东边上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这个不愉快，整天高高兴兴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介绍这个第六章，那我刚刚讲那个不是说你考不好，不是，你很高兴，你的太阳还是从东边的，那你很这个整天心情很不准，一事也不成，最糟糕就是让你旁边的人都很快乐，你自己快乐，你旁边的人也快乐，是的，是的，那我们现在第六章基本上要介绍什么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在第五章之前，我们是不是都介绍了整个？这个电脑运作的原理，对，尤其我们介绍 ISA， 所谓 ISA 就是这个电脑里面，它的整个架构，硬体的架构是什么，然后你在写某些 language 的 program 的时候，你这个程式设计师应该知道的东西，你才可以去写。所以这个所谓的哪一些，就包括记忆体，它长得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怎样去存取记忆体，所谓的 operation mode， 来，然后再来包括什么？包括 memory， 包括这一个 register， 这 R6 到 R7， 就我们整个第三有8个，来，然后你要知道什么？每一个影像点，每个影像点它的格式到底是什么 ？OP code， 然后有 register， 或者有 media mode 等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知道说，你总共有哪几种计算器？所以有 operate 的计算器，然后有 data movement 的计算器，然后有 control 的计算器。然后你还要知道怎么样？有哪些辅助的这种 register？ 所以我们所谓的 condition code， 就它有 N、Z、P 那三个 bit。那你根据那三个 bit， 你可以来控制你程式执行的流程。所有这些东西你知道了以后，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说，我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方式来解决一个问题。那现在我们电脑能够做的任何事情，你每天只要一打开电脑，它所有能够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 instruction 把它凑出来，把它多起来。所以你有可能，比如你现在你写了一个 program，这个 program 里面有10万，或者说100行，简单的问题，你可能写几行就把它解决，对。这100行，一样是由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演算子搜出来，几种演算子搜出来，就有计算的话就15种，因为有一个是保留，对不对？总共15种，所以写一个演算子的 program， 也是有一个15种演算子把它搜出来。那假如你现在有一个 program，
我帮你写一万嘛，那一样还是由这十五种的双减把它包出来。好，你不可能写了一个 program 里面有一个双减，不是这十五种里面的一种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这电脑就不认得，就不认得这个双减不会执行，对。所以它一定是你这十五种里面把它兜起来。万一假如像比如说我们的 Windows， 让 OS 这么大，哦，这个里面是几十万，这是几百万，然后你用的是我们用的现在是几百万行，几百万行的这种程式，还是一样从那十五种上面兜起来。好，那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边，不管是一百行还是一万行还是十万，你都是从这十五种兜。所以这个城市设计师就要去想说，我怎么样去勾出来？好，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用哪个演算法？在那个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演算法？然后这个演算法的顺序到底要怎么样排？哦，那他这个 program 才能够做到我想要他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城市设计师要做的。好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要做，你以后要写程式，基本上你就要坐下来好好想，哦，到底我要解决什么问题？那这个问题呢，我要什么方法来做？然后当我知道方法了以后，我怎么样利用它提供的那十五种instructions兜起来？啊，那这个对有一些人，这种工作是很简单的。哦，我们教书这么多年的经验。有些同学是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，好，所以他好像天生下来就觉得没问题啊，这个是好像多这些来讲是不是很困难的问题，但是对有些同学就是非常非常困难。好，我碰过各位就是多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灰了，好，甚至有时候可以用痛苦的心，好，但是这不代表说谁聪明谁笨，这跟这个没关系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现象，所以呢，我们通常都要做现象调查，是这样。啊，你可能你的这个，你的资质可能很适合弹钢琴。哦，所以有些人你看，有些人听到歌你让他弹，然后放一遍哦，他就会唱哦，然后甚至会弹哦。对不对？但是像我，你给我弹个一千遍，叫我唱个一千遍哦，还是不行。好，那更不要说弹了。哎，刚才我觉得是奇怪，怎么那么多键，到底要怎么按？好，他甚至不一样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对这个数字很厉害。好，那但是他可能对语文就不一样。我昨天晚上刚好看一个图，哦。以美的国民大会，国民大会，啊，各位可能比较没有看这种书，啊，这没有关系，啊，因为这个比较是属于年纪大一点，啊，就以美人，啊，但是他正在那昨天那个是蔡英文，啊，现在民进党蔡英文，哦，啊，我没有任何的政党倾向，我是刚好看到那个，然后呢，他蔡英文他就在讲，他大专联考，英文考几分？四十分。但是你看蔡英文现在英文这个很溜啊，对不对？但他说他照上也考得很好，哦，那节目主持人问过他，那你怎么样会考上？他是好意思，哦，我到的好意思，哦，第一次有，哎，那你怎么会考上这个？他数学跟国文，哦，他说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。即使像蔡英文，啊，那能力那么强，他一样，也有可能英文就对他来讲，啊，那当然他到后来到英文系，啊，这个，那所以他英文应该是又好，啊，他说不管怎么样，说不定那一个时期他对英文有点排斥，啊，但是他到后来的话，哎，他想毕业就可以，啊，所以我现在要跟各位强调的就是说。你不要因为说啊一下子，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能接受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你头脑比较笨，或者说跟这个没有关系？啊，说不定你这个就是对这一个稍微考虑一下，这有什么关系？
啊，卡住了，那你马上用通的通一通，那你就以后就算了，冲的比别人快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通了以后呢，那个走得更顺，啊，所以这个跟任何其他的业绩都没有关系，啊，好，那你假如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东西，哎，你一下子要接受，哎，不是很容易，那没有关系，啊，你可以问问人家，啊，甚至是说，好，你自己去图书馆要怎么样，找一些比我们这本书更浅的东西，啊，再去看一看，那你可能会比较适合你，啊，所以每一个人的什么那个学习的方式不一样，啊，那你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，啊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这个以后开始我们会让各位看一个什么，而不是就像我们其中第三次考试一样，都是一个一个人的。会让你看一个城市，然后这个城市呢是怎么样由这十五种你算给它兜起来，啊，那你看久了以后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你下学期城市设计那个新加坡，啊，你才可以进得去更大，啊，因为那个东西你要写的就更复杂，对，你不会用新加坡写一个人像我们说啊，把十二个数加起来。不会啊，基本上你不会用 C 加加写到那个程式啊，啊，你看写一个 C 加加的程式，把十二个数加起来，你干脆拿一个计算器按一下，都比你那个程式写那个程式还要快，啊，所以基本上要你用 C 加加写的程式是蛮复杂，基本上是我们人做不出来，或者可能要花很多好几年的时间才去算那些东西，啊，所以你会想说，那我用程式用电脑来做比较快，啊。但是你只要这边你知道说程式怎么写，然后对于你下学期用 C 加加写绝对有很大的好。那这一章呢，我也知道这一章对于各位来讲会是一大的，没有，为什么不会到 Hello 四爷，为什么就不会到我这个设计的哈三个程式，在介绍这一章之前，我设计了三个程式放在这个后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程把这个问题，我先细述在这里。好，你这个不用抄，这个都在我们抄的遍，也是放在最后。好，然后后来我会写一个程式，就基本上就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写第二个程式，那这个程式要做这件事，好，等一下我会说明。啊，然后呢，哎，我再写一个程式，好，去做那件事。然后基本上我把第二个问题稍微改了其中一个东西。啊，哎，你用第二种这个解决的方法就不能解，所以你要用另外的引导解来解。啊，我只把你看这64嘛，前面是6，然后我这边只把这个六改成64。啊，那你整个这个程式里面整个引导解就不能用，你就必须要去想用。再用其他的语言，好，所以我会把这个程式解释。好，所以基本上，我先让各位看这三个程式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到底怎么样去把各种算法勾起来。然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思考方式是应该是怎样？然后等介绍完这三个程式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章到底要告诉我们。那基本上我们不会把这一张这样一个一个的讲解说明，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啊。你到下学期那一门课就会非常正式的告诉程式设计，哎，程式设计的部分啊。那我们这边只是希望你各位有一点观念。好，第一个例题，就假如我们现在有三个
整数。那这三个整数呢，我把它放在305年 memory 305年的地方，还是305年、305一、305二，所以我就是放在这个 memory 里面 ，sequential 就依稀的就放，把这三个整数依稀的放，放在记忆体里面，然后从哪一个位置开始？从305开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说，我们要写一个程式，那这个程式呢，我们是把它从300开始放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是 data， 一个是 program， 对 ，program 是从300放，然后 data 呢是从305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记忆。那我们说，你执行的任何程式，一定要先在放在记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次就从记忆体，在执行程式的时候，一次每一次哦，就从记忆体里面抓一个双曲进来，然后执行完了再抓下一个双曲进来，从 memory 抓到 IR， 对不对？你双曲对着程式，然后再执行这个程式，然后做完以后再从 memory 抓下一个程指令，再进来 IR， 再执行这个程式，等等，一直到把这个程式做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程式刚开始。那放到什么时候为止？那也是按照顺序哦，依稀依稀的这样放。第一个你双顶放在300，第二个你双顶放在300.1，一直这样。那至于说要放多少，就看你这个程序多少，对不对？他说最后一个位置放，就看你这个程序多少。啊，比如说你假如说这个程序有100你双顶，啊，或者是不要100，比如说有这一个15你双顶，那到后来这边就是3.0D， 好，所以最后一个数据商品的位置是3.0D。好，假如说3.0D，那就我们的这个程式来讲，好，我们总共有多少？这个程式有多少？那这个程式有多少？就是16加上一加上一，对不对？也就是3.01减3.00，那起始位置是3.0。啊，减了以后再加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程式有多少？就是3.01减3.00，就11，它再加一，就12，16进位12，那16进位12就多少？18，所以这个程式是18位的，啊，不同，总共有18位，11、12、13、14，最后一个指令位，放在2.03.11。那我们有三个整数，这三个整数呢是放在 memory 305的里面，所以我这边啊 memory 在这里，我这边是3.0，这样，然后所以它是依稀放在这边三个。那假设我们第一个是10，第二个是20，第三个是30，这样。哦，有这三个整数，我放在这里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现在不是要做加？那我们现在就请你写一个程式，去数一数，看这三个整数有哪几个？我现在不是这样。等一下我讲程式的时候再介绍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写一个程式，去数一数。看有几个是正，那有几个是零，有几个是负，就这三个整数啊，有几个是正的整数，那有几个是负的整数，有几个是零，是零。好，然后呢，你数完了以后，你把这个正的个数放在 R 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有几个零，对不对？那零的个数放在 R 里面。然后负的个数放在 R， 所以我现在写一个程式，然后程式这个程式做完了以后，那有几个正的，这个整数里面总共有几个正的，放在 R 里，就没有那个 R， 一直到 R7。那我希望你程式做完了以后，
放在 R 里面里面是，你总共几个正数？比如说三个里面有两个是正数，或者里面就是啊，然后呢，有几个是零？比如说三个里面有一个零，那这 R 一要放出去。还有几个是负的？啊，零个，对不对？有零个是负的，它所以 R 二里面到全是执行完了，有 R 二里面就放出去。好，我们是要写这个程式。那你要写这个程式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，这三个东西，你到后来是要保管最后的结果用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一定要把最后的结果放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个 R 连呢是放正的个数，所以我是只要看到一个正。我就把 R 连给它删了，因为我就相当于把 R 连当作一个计时器了，然后放到一个正的，啊，比如从这里面读进来一个正的，然后读进来一个数，一个整数，然后我判别它是正的以后，我就去用 R 连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 R 连在当计时器之前，你要把它怎么样？你要把它清除。大家要让它起始的值是零，对不对？你假如你没有把它清除，它起始的值是100，那你糟糕了。那每一次加一，这一变成101，再加一变成102，只要只有两个正整数，你的值是102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当然很自然的，就是说我在使用这个 R 连当计时器之前，我要把它清除，清了让它变成零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清了变成零以后呢，然后每一次。只要看到整数是正的，我就把 R 连加一。那假如这个整数不是正的，把 R 连我就不要管它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那同理 R 一也是这样。我刚开始我把它清除，让它变成零。然后我读进来一个整数，我就算它是零以后，我就把 R 一来加一，对不对？那假如它不是零，那我就不要去管它。好，那同理 R 二也是这样。我刚开始我就把它清除变成零，然后只要我读进来的整数，我判别它是负的以后，我就把 R 二加。那假如它不是负的，我就不要理它。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？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把 R 零、R 一、R 二当做计数器。然后当我这个程式执行完了以后，是不是 R 零放的里面放的值就是正的个数 ？R 一放的就是零的个数，来 ，R 二放的就是。它很自然，它就达到我的目的。好，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一个整数一个一个的理解，一个一个的理解。对，因为你看，比如我现在有三个，那我怎么样呢？第一次读3.5整数进来，第二次读3.5，第三次读3.5的，我要怎么样做到这个？那所以你就要怎么样？要用我们这个教的那15种双曲面去思考，我要用什么方式去做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要用哪一种双曲去做这个东西。那有一个很自然的方法是怎么样？我先把3.5存在某一个位置，比如说我把3.5存在 R 上，比如说。我把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把3.50这个位置，我把它存在 R 上，因为刚开始我在算它。然后呢，当我把这个3.50存在 R 上里面，然后我利用和 BR 那个指令，去把3.50的值抓住了。然后抓出来以后，我就可以去判别它是正的还是负的，还是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去修改 R 连的值 R 一或者 R 二。然后那这样我就做完一个整数了。来，那下一次我是不是要抓3.51？那3.51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只要把 R 三把它怎么样加一啊？对不对？那就变成3.51。
然后我再用 LDR 就可以抓到3.5级的。好，那我再去判别这个是正的还是连的，来根据这个来修改 R 连 R 加，看哪一个人要加。做完了以后，我再把 R 三这个它加，它是不是变成3.5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做分析。好，啊，但是这样做，就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怎么知道说我现在已经做抓完三个？因为你要我判别三个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做三个？哎，所以我现在就利用，我看我利用，啊，我不要管它，因为我就忘了，我忘了断了程序，啊，等下我们再看程序的时候再做。比如说我现在用 R 四，事先储存一个双，这样，啊。那我每一次呢，只要读完一个数，做完一个数，我就把 R 四拿进去。好，然后减一的话，你看，当我做完三次，三是不是被减成零？是不是？我每一次呢，把 R 三减一的时候，我就测试 R 三有没有减一，调整一点啊，我就做完，是不是？那程序就好。所以你看，你只要这样设计的话，这个 R 四。我就放，我到底要做几个整数 ？R 三呢就放说，哎，每一个我要抓的那个整数的位置在哪里？但是我们还少一个，就你每一次把一个整数读进来，你要读到哪里去了？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 ，LD 做 LD， 你一定要有一个点的那些位置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把你要把读的数字放到哪里？放到哪一个位置时？然后一旦你放进去了以后，那个 N、Z、P 那三个 condition code 就会随着增长，随着你读进来这个数是正的还是零还是负，就会做增长。好，按照你只要去 check 那个 N、Z、P， 好，那三个 condition code， 你就可以判别说，刚刚你读进来这个数是正的还是零还是负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再来一个例子，比如说 R。这个装成放读进来，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你要先思考这样子，说啊，我到底这个 register 要怎么用？好，然后为什么我要这三个 register？ 然后为什么我要这三个用？因为这个 register 是给我放位置啊，每一个要读的那个整数的位置。好，然后这一个要让我说，哎，我总要读几次呢？控制我要读到读几次，然后这个认识的就是我每一次读一个整数进来，我要把它放在哪里、啊？对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程式，我就主要是用这六个认识，好，我这边写只要读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哦，当你知道这样子以后，然后我们刚刚的说明你也知道说这个程式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用什么方法？然后你也把位置都规划出来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看进去。好，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程序。我们刚刚讲说，你第一步，啊，你要把3.5放在某一个位置，对，就是也就是这个资料的基础位置，哎，就是第一笔资料的位置，那先放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先利用这些。好。所以这个1.1.1就是连接，我这边做这个记号，是我不用在那个表，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 LDA 是 OP code 的 LDA， 啊，那当我知道 LDA 以后，那我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指令要怎么做，啊，好，所以第一步就是怎么样，把这一个，啊，做 LDA 的动作，也就是把3.5放到哪一个位置，放到 R 三，哎，所以跟我刚刚讲。哦，我这对我这个影响不错。好，就这个 R 三。好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 R 三？把 PC 的值加上后面这个。看到我好像不怎么变。就是我把 PC 的值，那现在 PC 的值是多少？就是3.0。好，我们这一次考试还有同学 PC 都少加一。就我现在这个位置是3.0，但是等到
我在执行这个职业的时候，三年兵里已经加入，已经变成三年兵，这样吗？啊，好，所以这时候三年兵加上多少？加上这个一，就是后面九个兵，啊，00011000001，然后再经过3.5倍，所以呢，它就变成多少？3001，再加上这个，你这个3.5倍也能补上多少个点？7个点，来，那变成0.0，然后多少？3，对吧？003，那怎么会多少？003。今天相加起来怎么会上升？三点零，好的，这边应该是3001，再加上这个值，是，所以把4补起来，这个，加上就是0.0，然后四就是一就是一，所以我们要加的是这个，把这个对码改一下，我们要加进去的就是00001001001，这九个，这九个是00100000，1100001001。那这样子你才会3001，然后加上0041，加起来才会0301。好，这些你可以马上改这个吗？是这样可以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3.5年放在行中，啊，3.5年放在行中，然后第二个指令呢，这个指令呢，就是把 R0把它清除这里面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做 end 的动作。这时候就把3.5放在 R 上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就是把 R 两，你数学根本没有变，都没变，看不到，没变。哦，好好，没有变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把 R 两把它圈成两，各位，这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 R 两跟两做 S， 结果放到 R 两。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把 R0 放到这个，所以我们就说，R0 这个，然后再来，
再来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然后这一个就是把 R 一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一个应该要一点点，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导数没有关系的啊。这个你用连就是把 R 连的资料跟连做 and， 然后放到数值里。啊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啊，但是这些比较舒服的写法是这边是连的啊，那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再来这一个是把 R 二迁回点。那你牙膏线的话，这边把它写点一点，我就写点一。啊，这样结果都是这样。好，这一个，然后再来我们把 R 四迁回点，这一个，所以再把 R 四迁回点，这个。好，然后把 R 四迁回点以后呢，我们再把 R 四加三。所以换句话说 ，R 四，哎，这是跟我刚刚对。R 是刚开始给它放三，对，好，好，所以到了这里，到了这里我们在干嘛？到了这里我们是在把 R 零到 R 的通通迁回点 ，R 三放三点五零，把 R 四放三，好，那 R 四放三完了以后，我再去测试 ，R 四是不是哪一点？因为 R 四只要哪一点，我再跳出来，对不对？好 ，R 四是放，我现在。还有多少个数还没有检查？那刚开始是还有三个数没有检查，对不对？那假如每次只要 R 四跟它连续做，我还有零个没有检查，就是断了数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我现在马上下一个就是进行检查，这个检查就检查 R 四。好，看 R 四这里。好，假如 R 四是零的话，就是零一零嘛。那假如是零的话，那我就跳到哪里去？跳到三零零七加上。这个是多少 ？A、B、C 44，对不对？八加四十二 ，C。结果就从跳到3007，加上这一个2007，那这个加起来是七加上 C 等于多少？七加上 C 等于多少？是不是三？对不对？因为 C 是十二。啊，十二 A B C， 十二加七是十九，十九减十六就是三，三点。啊，所以刚刚降到三点一三，啊，我现在就三点一三，哎，记错了，应该是降到三点一九。啊，为什么我错那么多？拉回来，拉回来，好，结论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不能连零零七，好，这三零零七，然后就叫三零零，它这样就会跳到三零零二，好，所以我们这时候跳到三零零二，他说，所以假如你肯定也应该跳到那边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这样，好，对。